我今天已经决定了，把你这个缸里面藻都给你刷干净它。就算你咬手又能怎样？就算你长牙能怎么的？我今天我就有足够的勇气，我就回头，就回头了。吓死我了！不行，我找点什么带棒的工具，我给他刷一刷呗。完美，终于有把趁手的兵器了。哎呀，一擦就干净。哎，我去，你怎么翻白了呢？赶紧人工呼吸，快！快，你的嘴怎么这么臭？你几天没刷牙了？这刚才不闻还不知道呢。哎呀妈呀，这水都干这么臭，你几天没洗澡了你呀？这个云不讲究卫生。